中的玉女李家把亲啊成啊！哎呀，丁太爷，你喺度同老太婆开玩笑咩？仲会有人睇中我个女？唉，下官望都望唔过嚟，得鬼闲同你开玩笑咩？哦，京城大贵人托卑职做媒啊！我亲自嚟下聘嘅咩？可惜迟一嚟三几日，只为有冤案的急待查清啊！哦，如此说，丁太爷，你确实系嚟迟咗啦。开讲话苏州过后，无艇搭咯。点解啊？我家闺女彩凤啱啱前几日先出咗嫁，已经为人妇啦。阿彩凤妈，你而家就同我开玩笑咧？哎呀，乜开玩笑啊？今日正系我女儿女婿回门之期，我先至冇咁得闲同你开玩笑啊！哎呀，弊家烂茶，嗰日响刘夫人。见面前啊，本官曾经一口答应噶噃，从夸口冲牙长眉水，都要将媒人做话成啊啊啊啊！唉，我点知你家彩凤以为人妇得噶？而家叫我点向刘夫人交代呢？哎呀，丁太爷，你左一声刘夫人，右一声刘夫人，佢到底系何方神圣啊？咪就当朝丞相堂堂一品夫人咯？乜话？就是相府夫人，就是咯。你家彩凤仲是相府公子亲自选中，刘夫人亲自召我到相府，当面托我做媒噶。你话够唔够巴闭啊？佢再巴闭，我都唔稀罕啊！慢讲，我个女儿已经嫁咗啦，就算留喺屋企摄做啦，我都唔俾佢嫁去相府家。冯妈，你又使乜咁使镜呢？生意唔成啊，人意在；婚事唔成啊，人情在噶嘛。好难得人哋相府咁睇得起你个女噶。刘夫人仲郑重其事讲过，只要肯应承呢头亲事，唔理女家想要乜嘢，佢都可以件件办到。你唔使替佢讲好说话啦，送客。唉，平礼攞翻去，告辞吓，告辞。哎，丁太爷，丁太爷，哎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诶，你唔就系将军府嘅凌大人？点解咁嘅款又响呢度嘅咧？喂，哦，系咁嘅，我侄儿凌云咧就系佢家嘅新姑爷啊。哦，原来你哋系亲家，唉，睇下我呢个父母官系几糊涂啊！嗱，连闭院有咁大件喜事都充耳不闻，真系抵闹抵闹咯！咦，凌侄郎呢？我哋入去细声讲大事。嗯。阿丁太爷，嗯。个刘夫人当真讲过，话只要肯应承呢头亲事，不管女家想要乜嘢，佢都可以件件办到。呵呵，咁就好啦，我侄儿就有救啦。凌大人，你又何出此言呢？喂，阿丁太爷，你可知近日风雨满京城？哦，下官啊，啱啱落乡翻嚟，京中嘅事我都尚未闻听噃。嘿。我兄长凌松被刘丞相陷害致死啊！吓，咁岂不是天下又要不太平？未知丁太爷能否帮凌家一个大忙呢？啊，凌兄凌老将军是一代功臣嚟噶嘛，下官又点会话唔肯效命呢？哎，咁就好啦。咁啊，请呢位大媒人立即用花轿将彩凤接入相府，把亲成呢？吓！哎呀，叔台大人，你系火上心头讲气话啫啩？唔系，只有咁样先至能够趁机向刘夫人讨得个天官怒牌，等我同阿侄儿安全逃出边境啊！咁你就忍心将彩凤推入火坑？哎
裁缝吗？啊，林大人，亏你啊咁嘅屎计都谂得出嚟，确实系骇人闻听啊！你牺牲个侄媳妇嚟到换路牌，都太过不近人情啦！再讲啊，呢件事一旦被识穿啊，恐怕你我都难保性命啊！唉，为咗林家终有报仇日，老夫求你仗义，把呢个重责兼成啊，太爷！唉，怪唔得话米怕西就人怕蚁啦，你咁样一跪啊，下官只好又去渭水冲长蚁啦。谢太爷，谢鬼谢马咩？谢唔谢事都话唔定噶。啊，丁乐，哎，有。啊，你准备花轿送阿彩凤姑娘入京。遵命。唉，太爷做大媒，越做越倒霉。你同我收口啊！知道啲嘢乱噏廿四，杀头嘅之母。啊，知道，知道就按我吩咐去做嘢啦，饭堂。系，跟我走啦，饭堂。唉。